原来是吗？你咋一不在这不都不买？
不是海外网红吧？那次链子怼了三天没断，我打算让他奖励他，我还不要，我非得奖励。那一天我搞了一个特别的，我都不想做了，还得说下十块钱。俺又不来了，因为我叫上你，看我能捞不捞？下午就让我快不行，不像前年那样第三名。晚上下去吧。晚上晚上人家都下班了。没有。反正不一样呗。就这十六斤买七斤买十多块钱。啥时候准备再来？上下午。就是我一月费都没有。你先给他说。对，还是五点多的时候。五点多现在五点多就是他这个六点多的奖励之类的东西也是近年买到里边，咱边走边看啊，往前走，因为它的啊年过九成，那就成为舍利塔或者是观赏塔了啊。只有三层没有栓座，那这一层、三层、五层、七层，前面那个比较七十座的塔，看见没有？这底下有个墙，这个墙叫做功德墙，也称为女儿墙。这今年三月份，这个的围栏还没有围上去。张扬之气，女士岂是阴寒？进去会冲撞，回家你就该生病了。所以说不要往里头走啊。Thank you.
太快了。来155班船上的朋友啊。Thank you.